听说你要去北京了？对啊，公司让我去北京办点事儿。什么时候走？下星期三。你对北京很熟悉了吧？当然。 你看，这是照片，这是故宫，这是颐和园。你登过长城吗？不到长城非好汉，我怎么能不登长城呢？你还去过别的城市吗？上海、西安。 成都，我都去过。可是有一个地方我还没去过。什么地方？你的家。欢迎你去呀，要是你想去的话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但是，你得给我买机票。